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拍卖一只哦顶级的狂战机体哦，售价是80万台币，这是开价。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他身上拥有的装备吧。好，加8的火龙面甲，加8的灿烂力量肩甲，加7的灿烂斗士踢，然后身上有4件非刻印的紫装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身上的装备，4件非刻印的紫装哦，受祝福的信念耳环，那他紫装大部分啊已经是全部都上祝福了。那他的数值呢？115的力量，那攻击233，命中413。好，那可以看一下他其他的数值，减伤91，无视伤害减免77。那这个昏抗跟昏命是25跟61哦，昏命是25，昏抗是61。好，那身上的技能呢是有3招紫技，缺的是泰坦领域跟泰坦破坏，技能算是相当的不错啦，也是蛮齐全的3紫技。哦，那身上的收集品46.9%。也算是还不错哦，46.9% 的收集。好，这是他收集品的数值。那来看一下他的护身符，亚丁世界16阶，那扭曲不幸13，那恐惧死亡15，地狱不死是14阶，象牙塔17阶，梦幻乐园是11阶。魔眼部分呢，火魔眼，那我是洗的完美火魔眼15颗。那水魔眼部分，他也有去做这个点选啊，差一点点哦，就差最后一格，你就可以洗出15颗的水魔眼，所以这水魔眼就等下一任买家去完成了。那可以看一下血盟徽章哦，他的血盟徽章呢也是还不错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血盟徽章，守护已经到了2阶段的封印，那这个勇猛也是到了2阶段哦，那这个智慧是1阶段封印，那血盟徽章是全满的，两个已经解锁1阶了。那再来看一下万能药，万能药这边是吃了11罐哦，11罐的清量万能药。那看一下身上的物资吧，身上的物资有傲慢之塔4楼的移动服啦，对，有傲慢之塔4楼的移动服。那再看一下变身跟卡池哦，变身跟娃娃卡池，金变神话战士，然后紫变的话有。缺的是这3只上一次堕落跟耶恩多鲁加哦，那合成是有金 TJ 的哦，神话次数已经合成15次了，再5次就保底，就可以拿保底金。那娃娃部分是没有金娃目前哦，那拥有的紫娃是缺这5只，缺这5只。那觉醒的部分哦，也是觉醒的相当的多，对探险来说也是都 OK 啦，都可以轻松的做这个探险。那金变部分呢是保底已经六次了，所以也是有金 TJ， 金娃还是迟早的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，那这支账号目前在甘特开价是80万台币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私讯我的脸书令狐冲爷爷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